强直性脊柱炎等多种症状案例。大家好，我叫常智慧，今年57岁，来自北京延庆。2009年因背后背疼痛、腿疼去医院检查，经西医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。从那之后，我在各种地方治疗，西医、针灸、汤药等方法都用过，但是效果不佳。生病后对生活影响很大，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那时候身体有很多的症状，后背、颈椎疼痛、转动不便，导致晚上难以入睡，晚上起夜6到7次，血压高到160。后来经朋友介绍，了解了原始点，开始用这个方法调理，每天在公益点按推一次，喝50克有机姜片，后加到80克，每天后背做一次肩分泥按推，运动1小时，注意饮食，避免寒冷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就这样，经过1个月的调理，现在以上的病状全部消除，不起夜，睡眠质量变得很好，血压也正常了，后背、颈椎也可以转动自如。疾病去掉了，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。感谢张医师和袁师点，希望与我同病的人能遇到袁师点，去除痛苦。谢谢。转一下，机器急，别转了，转的。行，行，再转。最多就能转到这了啊。三十级。有点亲人。好，行，可以了。好。